好小子，弟弟希望。可是我要告诉大家，不能看我们小朋友小小子的，他就会觉得没有爆发力。因为呢，我们的弟弟呢，要记得，有时候我们大人跑步的速度比小孩还慢，对不对？小孩的动作非常的敏捷哦，弟弟加油，快快，小朋友很有活力，加油，中间前方前前前，右前，好，再来，右前踩踩踩，用力踩后面，后后后前，两只。我觉得这个弟弟有厉害，不要说踩兔子，他自己本身就很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，很可爱。前，哦 ，combo 十二嘞，十三、十四，后面后面十五，再来中间后面十六，十六加油，十六前前前十七，两只两只，赶快踩踩踩踩，十八再来后面后面后面再后再后再跑。我发现弟弟有可能是我们蝉联现在目前最高分呢，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，后面后面啊，三十二，可是也是目前最厉害的成绩了。好，再来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好好，四只兔子，五只五只，快，弟弟动作快点。绕圈哦，现在看看几只几分？哎，我觉得 combo 三十二很有机会是现在目前最高分耶。好，来看一下现在的分数是几分呢？好紧张哦，一